狗。他咬我。我被阿姑那咬。我站在演的国家穿着护底，因为那是我的哨。Good morning， 阿姑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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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呀呀！哇，你好像长大了嘞！哇哇，你好像真的长大了嘞，阿姑呢？啊，你要吃了啊？阿姑呢？你刚刚睡醒啊？啊？哎呦，爽！你啊，你要睡啊？不要嘞，不要一直睡嘞，这样睡下去你就真的是一只猪了嘞。来，要吃了，要吃啊！啊，要吃了啊！哇，很厉害嘞，你知道这个就是吃啊。多亏哈姑呢，我变成不怕这些虫了。谢谢你啊，哈姑呢。谢谢你啊，哈姑呢。现在弄到我敢用这个手来抓这个虫啊。谢谢，真的是要谢谢哈姑呢。哎呦，饿了哦，很饿哦。来，虫虫，谁要寿司？你呢？我要看看哈姑呢在我的手上会不会拿去。谁要寿司？哦，我的手弄到虫，我的头也弄到虫啊！你看好吃这样哎，可惜我又不能吃了。如果我可以吃的话，我一定跟你一起吃的。你不要想这样多，不要想这样多，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吃的。你不要傻。那、很饿啊，困啊！等一下晚上终于开始要去练拳了，因为9月22号很有可能会要参加那个拳赛，就是真正的拳赛。21号又是要办那个 YouTuber 的拳赛，所以是时候要回去好好的 train 一 train 了。你怎么？你们看阿坤呢？他是自己跑过来这样子的，就代表了他要睡觉。你要睡就睡啦，周末一定要走到我手上来呢，这样子他会比较舒服。比较舒服咩？哦，给啦给啦给啦，睡你睡你睡，继续啊睡。所以平时哦，如果哈姑那他没有安全感的话哦，他几乎是不用睡觉的。然后他每一天睡觉的时间，晚上真正睡下去的时间哦，差不多7-8点他就真的是要睡了。所以我就会把他放去那一个 bag 里面，然后跟他放去这个 Captain America 的背后，然后就让他在里面自己慢慢睡。然后他一睡就可以睡差不多12个小时这样子。今天的工作大部分是跟出账有关系，因为每个公司的月头都要出账。钱啊，要赚更多钱，而不是要出更多钱。No No OK， 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想介绍你们，就是因为它有点特别，所以想要介绍一下。首先我需要一个东西，这一个。哎呀，今天我要介绍你们的这个东西就是镜子里面的这一个麦啊，这一个麦。Okay， 可能我拆下来你们就发现那声音不一样。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麦呢是这一个，平时哦我都是用那个小小只的骨胶，要不然就是用这一个，就是用这一个小小个的这个东西。最近呢，这么你要摇头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完蛋，你当然完蛋，人家上班你这样子上班的、啊，哇！我要继续介绍这个麦哦，也是要开关的，可是重点是，只要我这个机开机按 record 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 on off switch 是自动 on off， 所以不用像那个小小只的咕咕叫这样一直忘记开那个电这样子。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，只是我觉得它有点太大个了，真的太大个了。现在是没有插的，我们现在插一下啊。OK， 插好了，有没有差别？嗯，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？我再拔出来，拔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插回去，插回去，插回去，插插插。现在我们一个跑摇，不唱了。因为我的公司好像越做越大，这样要做成工厂这样。我的这个地方是时候要跟他加一点桌子啊，跟椅子啊，或者是沙发啊，还是什么都好啦。可能明天会去买这些适合的东西，明天再看怎样啦。不过现在要做工了哦，因为有粮要出啊。哇！等我忙完了再跟你们聊。现在要去看他们吃东西，没有错，不是我去吃东西，而是看人家吃东西。哼。
你不要骄傲。Welcome to my vlog. Hi. 好久不见哦！哇，你今天你很漂亮呢。每天都漂亮。因为我今天才看到你嘛。啊，我不懂为什么他的 YouTube 频道从来上不来。我已经有在你的影片出现了，我也已经有帮你 post 了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就是上不来。我就讲，你到20000你一定要参加那个拳赛，可是他怎样上都上不到1000。差一点了，他一个200多。求大家完成他的心愿，让他参加拳赛，给他去20000，可以吗？哇，很多店没有开嘞，真的嘞。那个聚宠坊也是没有开。哎呀，聚宠坊要不要介绍你们吃？瓦宅三合一的隔壁那一间。不过嘞，那个瓦宅三合一的那一个炸年糕很出名，不只是出名，还是很好吃啊。这个一个，酱榴莲2个。你们没有口福吃它的年糕，这个是煎饼的，这一个是榴莲，来看好不好吃。外地的朋友，我就哈姑那样。这个是好好一点，还好，没有这样好，最烂哪一个？OK， 这样啊，那你呢？啊，这样哦，哇，可以啊，我们有新的玩具了，有酱，还有酱，哇，只可以，哇，你就好咯，人家来都不是来看我，只是来看他吃虫，来喂你吃虫。我跟你抢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，阿黑来，我们一起玩游戏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玩石头剪刀布，输的人要含住一个，含住，这样拿住，然后含住哈。他的玩法是这样子，我们有其中一个人要连胜3盘，他才不用含。比如说我现在，我赢，你输吗？你要含第一条，然后第二次我们再玩，你再输的话，你再含第二条，一直到你第三条都输的话，你含住3条。总之，我们要连胜3盘。总之，你就是把我当成是哈姑那就对了。我不可能会输你的啦，都没有很恐怖吗？其实没有怎样，你看就降不了吗？就是降不了啊，没有很恐怖啊，哪里有恐怖？其实我也是没有含过，我也是很怕输、啊。会咬输的人就含就对了。OK， 石头剪刀布布布，我不可能会输你的啦，布布布。这个时候你要不要上 subscriber 就看这个时候呀？阿黑是真的衰到一个爆啊！你不信你看。衰。三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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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看他，你真的会咬人呀？没有啦，所以我讲快嘛。我越来越怕他们了。我把我的手放在里面3分钟都没有事嘞。可以含一个几秒就好吗？你这样啊，这样子啊，对。有晒有晒，不是晒来的那个是他骨骨笨。你看他的骨骨笨，不是骨骨笨啦。这样我不是变口。我吓得骨骨吗？快点！你不要死！哎，他喜欢试试的，不可以让他碰到你。真的啊？因为他要水分嘛。不然你要。含住啊 ，OK 啊。这个，我操！到阿雅吃虫了，好开心哦。喂，哎，等下，OK， 你玩命干嘛？含住，你要留一点空位的，因为可能你会连输3盘。
发抖，还发抖。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Go. 天哪，我是在做梦。哈古纳黑。没有，你是黑古纳。石头剪刀布。我都讲他是很水的，他的水不是普通的水，他是很水的水。赢过你们嘞！我今天很有可能阿黑会因为这个 content 上到1000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他们可以不要动了吗？所以现在呢，这个黑库那里要含住三个，在哈姑那还没有吃完之前，阿黑都不可以放。你看哈姑那，呜，饿了饿了，呜，含了含了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 ，OK， 来来。不要来来，吓到了！你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大声，要等哈姑娜，哈姑娜，哈姑娜来选，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好看到了。哇！给他吃，你等一下，给他吃完先。哈姑娜的新爸爸叫黑姑娜。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你怎么？我很 gay 的，你可以不要抓住我大腿吗？辣小辣小辣小，你看他要，他故意慢慢的，来，姑娜一口咬下去。哇！哎，你很厉害的，我从来没有用嘴巴这样喂过他的，你所以我才是姑娜的爸爸，你是姑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黑姑娜的话，哦，对呀，记得要 subscribe， 记得 subscribe 他，因为他真的很可怜。玩什么？他们玩什么比赛哦？都是输了，没有赢过的，都是输不用紧啊 ，subscribe 还不会上。就是这样子，记得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， 一把打打你的，按下去。See you in the next a vlog， 拜拜。流血了没？哦，真的哦。有没流血？红红一粒圆圆，没有血，是一个好像咬到这样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在这样的国家穿着护底，是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eah。